新的600块。好，我们进来了，我准备解说喽。全部进来，找个位置坐。我解说完了之后，你们再陆路进场，因为我听说你们没有心理准备要走水路，所以我们要走陆路。
这边的空气哦很新鲜，大家慢慢走，慢慢呼吸，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，晚上睡觉特别好睡，因为你吸了太多的分多精了哈，特别好睡。你喝咖啡、喝茶一样照睡，就是因为这边的空气哦，帮你入睡了。对，这边也可以下去。是那个狗，它自己会游泳了哈。对，劳师动众，真的是劳师动众。哦，运动一下哈，晚餐就可以多吃三碗饭了。哎，流个汗。我喜欢看老人家来这边运动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可以活120岁。对呀、啊，80几岁，你看120岁，哇，还可以多活一半的岁数、啊。要活就要动，对不对？有的人70几岁哦，稍微躺个院哦，我年纪大了，我不想活了。其实哦，还可以再活，人生70才开始。看自己的求生意志啊！哈。哦，对对，前面走正确咯，往前走，对对对。慢慢。这个点是交叉点啊，如果要往第二阶、第三阶，就是从这个方向。哦，那个要爬很高的山呢、啊。一听到高山要爬山，大家都哦很累。不要说你累了，我也是软脚啊，连我都软脚，听到都软脚。啊，好玩了哈。这个哈，这个是小水沟，这个不进水的了，这个不进水，这个是怕那个旁边的水。太高，往这边扭。最近好像也不进这个吧，最近都往这边跟他围剿。大陆，大陆比较惨哈、哦。大陆的台风特别多，这个就厉害啦。哎，随便绕就一圈下来了。哇，你们这个时候来是最好的，水特别大，特别亮，特别亮。特别干净，好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上次有一个，哇，你看那个，哎，这边有人来整理过，小心哦，慢慢走。小心，小心，旁边的车子不是装饰品啊。哈哈哈。如果你脚站得稳的话，那个绳子不要抓是 OK 的，因为这个绳子你越抓越怕，你不抓它就慢慢走下去，很顺。那个绳子是以前没有那个手那个，以前没有，还是有，只是速度。
起过来拍合照哦。自拍了，互相拍照啊，两个两个照啊，三个三个照都很漂亮。
甜，很漂亮哈。你中啊，是不是？